阿文翰这题，他说向量阿尔法、向量贝塔夹角是三分之派，来告诉我三分之派是几度？六十度。向量阿尔法绝对值是二，向量贝塔绝对值是一，求这个怎么算？来，老师建议大家哈，因为题目都告诉我这些东西了，所以第一件事情，麻烦你先把向量阿尔法 dot 向量贝塔算出来，怎么算？它等于向量阿尔法绝对值乘上向量贝塔绝对值乘上 cos 夹角是多少？三分之派，行不行？来，向量阿尔法绝对值是二，向量贝塔绝对值是一 ，cos 六十度是几？二分之一，所以乘起来答案是几？一，行不行？所以说先把向量阿尔法 dot 向量贝塔算出来，算出来是第二件事情，题目是要求这个东西。那这东西怎么算？麻烦你哈。知道阿尔法坐标吗？不晓得。知道向量贝塔坐标吗？不晓得。所以说这时候老师建议你求这东西的时候，麻烦你指甲用平方把它爆开，行不行？好不好？所以说以后看到这东西，好不好？不晓得向量阿尔法，不晓得向量贝塔坐标的时候，直接把平方把这爆开来， a 加 b 平方爆开是几？ a 平方对向量而言，平方要加什么值？绝对值。加上 2AB， 这样行不行？四倍的向量阿尔法 dot 向量贝塔，加上 B 平方，把四倍的向量贝塔几次？两次。平方加什么值？绝对值。写到这边之后，把它带进去，向量阿尔法加上两倍向量贝塔绝对值的平方等于几？向量阿尔法绝对值是几？二，二平方四，加上这是几？一，四乘以四。加上向量贝塔绝对值是一，一的平方一，四乘以四，所以说算出来是几？十二，可以吧？哦，所以说向量阿尔法加上两倍向量贝塔，这边根号几？十二，对吧？哈，开出来是二，根号三是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把这边看一下。